VOIIS 老人手机还有四项独特的创新设计。第一创新是相片快速拨号，只要按上下键选择要拨出的相片编号，直接按数字键就可以快速拨出。老人家再也不用刻意去记住联络人的名字或电话，就可以快速的拨出电话。接下来示范相片快速拨号的功能，按手机上下键可以看到编号1到8的相片。如果我要拨给编号 1, 只要按数字键 1, 就会拨出。另外，如果来电号码在设定的相片联络人名单中，来电时也会显示来电者的照片。